就在国庆日这一天，有宝宝出生了，跟国庆日生日是同一天呢。我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呢，这个白白胖胖的男宝宝，小手小脚动个不停，看起来非常有活力，非常健康。长庚医院妇产科的医师说，这是妈妈的第二胎了，宝宝重量是有3455公克。医师坦言，会特别挑在国庆或是元旦生产的妈妈不多。那么今天剖腹啊，只是因为她刚好足月，就刚好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生，跟国家同一天生日。